在我背后的呢，就是五棵松体育馆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来告诉大家一个关于五棵松体育馆的一个秘密。08年的时候，篮球比赛的场馆。2002年的时候，同样会是冰球的场馆。它从一个篮球场转换为一个冰球场，这个蓝冰转换只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。08年的时候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，买好了一些相关的制冷的管线，充分考虑到了赛后利用的问题。哦，这么神奇！挺高科技的，以前也没听说过。科技蛮发达。我觉得，它转换，我觉得这是工作人员的很厉害吧。挺高端的。6小时有点慢了。还 OK 吧，反正提前准备呗。这就是场馆的这个复合利用。时间偏长吧，就是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思维方式，就是说这个球馆不可能就不光是用于来说打篮球，可能它也会用一些商业的别的等一些其他用途，所以说它肯定应该会做这方面。